友情好珍贵，胡杏儿看好钟嘉欣哪时候。凭借着在冲上云霄二中的精彩演出，胡杏儿又再度成为今年 TVB 视后的热门人选。对于自己能否再度蝉联视后，胡杏儿是相当谦虚。哇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度了，因为我觉得能入围已经很开心了，真的。我也会努力的拉票的，希望大家也会投我一票。虽然对自己信心不大，不过胡杏儿也对自己的好姐妹打出了支持牌。因为大家都很好啊，就我的好同事好姐妹都很好。我觉得尤其是嘉欣吧，我一直都觉得她很努力，而且她也很拼，很用心，所以我会支持。乐翻天。